罗岗天后宫，当年伫咧普渡了后，拢会将普渡物资送予着世俗群或者是有需要的团体。22号早起，天后宫举办捐赠仪式，传了5000多份的普渡伫互相捐赠予罗岗复兴保险公司，也到老五楼、华山甲中华家护中心等等社会团体，希望一个善终的爱心回馈社会，予社会充满着祥和、爱甲温暖。捐赠仪式由副主委甲常务干事代表将物资捐赠予罗岗复兴保险乡公所、甲老五楼、华山基金会、中华家护中心等等社会团体。镇长、乡长等人嘛特别致敬感谢状，感谢天后宫的大爱。非常的开心哈，我们今天能将我们中原普渡的物资总共5000份左右哈，捐赠的话就是来自来我们的鹿港镇公所、福兴乡公所，还有我们的那个埔盐乡公所，以及我们三个慈善团体，包含我们家福中心、老五老以及华山，希望说我们透过他们，借由他们的力量，将更多的爱分散到我们各地去，让我们的小孩子、让我们的老人家都能接受到我们的照顾，接受到我们的爱心，希望说他们都能感受到妈祖对他们的关怀。罗岗天后宫逐年伫中原普渡了后，拢会一个慎重的爱心，将普渡物资送予有需要的民众甲单位。一个慎重的爱心甲善念，回馈社会，互社会充满祥和、爱甲温馨。天后宫吼啊，做一个爱心的物资的一个捐赠啊，会当讲感谢啊，咱天后宫管理委员会张主委率领所有委员，会当讲把一寡物资吼啊，送予咱地方需要的这个家庭，尤其咱罗岗镇公所嘛规划针对着一个低收以及啊这关怀据点来做这些物资的一个发放啊，让因会当感受讲啊，咱这妈祖这个心吼啊，会当讲照顾着咱地方在流血在家庭，还是需要这个在单位。阿妈会当讲吼，会为社会啊，能够照起这盏明灯，我们感谢讲社会这个温暖啊呢。罗岗天后宫阿妈做爱心哈，啊捐赠800份的物资哈，给我们福兴乡哈，让我们这些低收能够满满的温暖啊，够关怀咱关怀祭典，让我们这些长辈哈有充分的物资哈。非常感谢天后宫的爱心，感谢妈祖的爱心，感谢所有天后宫所有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哈，对我们福兴乡的照顾，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们是属于比较偏乡，中低收入户加起来算500多户，因为疫情哈的肆虐之下哈，也有很多现在比较找不到工作，那这份物资哈可以给他们度过一个月哈，他们会很开心。如果是比较需要的话，我们就会送给我们的关怀据点。还是关怀我们的弱势长辈，感谢鹿港天后宫，感谢妈祖的爱心。罗岗天后宫是台湾重要的信用中心，秉持妈祖慈爱，过来年来持续无中断发挥公益成绩，希望借由各界公益活动发起，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予更加侪人关心，发挥爱心。嘛，鼓励大众做回送暖，予社会更加侪爱佮关怀，将爱传到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角落。新中华新闻，蔡良谦，鹿港采访报道。